系统检测到玩家是个穷二代，并没有实力氪金十万金币获得神装体验卡，准备自动放弃幸运玩家机会。想不到天无绝人之路，还有充值氪金的功能。不过这贷款氪金功能会不会是这黑游戏坑我的？本游戏贷款氪金功能真实性百分百，请问玩家是否需要贷款氪金？我去，这十级 boss 伤害也太高了！系统，给我贷款十万金币获得神器体验卡。是否确定贷款氪金？确定确定，不氪金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。恭喜玩家氪金获得神器屠龙刀体验卡。神器就是神器，一招秒掉十级 boss， 这伤害也是十分厉害了。系统提醒玩家，神装体验时间为3天，3天后体验消失。同时，玩家可利用游戏中怪物掉落的金币偿还贷款金币。我才不管你这黑贷款，先看看这神器的属性。哇哦！这屠龙刀神器自带技能，居然能带500，这波贷款不亏啊！丢掉你这垃圾流星锤，在 boss 面前啥也不是。装备了神器的我，去看一眼现在的属性。把金币和另外一把神器收起来，以我现在5级和神器加成的实力，足够去刷下一个地图了。